是这样的啊，应邀来到温华的御上火锅餐厅，体验他们七月份的新促销活动，给大家来看一看他们家一如既往的餐饮品质和七月份的这个血亏的活动策划哈。要说温华的朋友聚餐，嘴巴馋了，请客体面以及讲究服务品质啊，我个人一定会强推位于 West Broadway 上的御上火锅，车停餐厅后边，付费2个小时妥妥够了啊。进门测体温，调料台提供手套，桌间有精致安全的挡格防护措施，做得妥妥的。引导我们一家四口在光线明亮的餐边座位就坐，说四个他们家服务的细节吧。一直摆在桌边的摆菜台好看实用，贴心的围裙方便卫生，儿童跟成人的餐具关照到位，家长无忧。而服务生见到娜娜头发散开了，还立刻递过来了扎头发用的皮筋儿，这服务当时我就震惊了。点菜当然得用 iPad， 我给他们仨点了浓鸡汤跟猪骨浓汤，偷偷的给自个儿点了一份贵一倍的花椒土鸡汤，我也是够自私的啊，真吃货无双了。顶级雪花肥牛、新西兰羊肉卷，他们家的肉类极其的讲究，摆盘尤其的好看。这份丸类拼盘配合这份玫瑰松板猪啊，真心的美炸了。温哥华晚上7-8点，窗户外面的光线大好，爱发社交媒体美图的朋友们，怎么拍怎么好看。菌菇拼盘，大白菜跟菠菜做素，遇上手工水饺跟乌冬面打底，一家四口老小不同，口味食量都照顾得妥妥当当的。重点要放在最后说，整个七月遇上都推出了遇上经典免费畅饮，图上你看到这5款颜值饮品 All you can drink， 来了就管喝到饱。我说血亏啊，其实大家都知道餐厅的饮品其实是有利润的菜品，拿来做免费的畅饮，那真的得说是诚意满满，没想挣你钱了。关键也不是随便应付事儿的饮品，外观颜值可打，一瓶够分3杯的，含西瓜汁共6种任你挑选。您再看看这些名字起的也是仙气飘飘的，粉红佳人、蜜桃成熟时、热带雨林、绿野仙踪、野莓之恋，这一个个的也太夏天了吧。刚经历了40度高温的温哥华的朋友都知道，火锅店一杯冰凉下肚是人生何等的快感。再次提醒啊，这样不可多得的促销活动有效期就是整个七月份，他家平时人气满满，生意还真挺好的。要薅这把颜值饮品羊毛的朋友，记得提前打电话定位才算靠谱。我们试了6种里边的水果味热带雨林和薄荷味的绿野仙踪，这是什么神仙的颜值啊，入口口感冰凉，味道果味浓烈，真不错真不错。他家食材都不缩水，畅饮的饮品也丝毫不含糊，真心给点个赞。顺便推荐一下他家的包厢吧，空调在夏天冰力全开，品味跟隐私都照顾得好好。以前和朋友客户活动也来就餐过，这么说吧，朋友或者客户包厢整这么一顿火锅局，是温哥华难得一见的全员就餐满意度爆表好吗？这并不是我胡说八道，提醒一下，七月份畅饮活动参与门槛是消费89元以上，并社交媒体打卡就能够参加。这么一桌美味的账单要跟大家汇报一下了，4人含税155到不到，饮料畅饮完全没机费，我们的战斗力不足啊，才干掉了2瓶而已。夏天跟朋友家人一顿十分养眼味蕾绽放的畅饮火锅局，生活的美妙也不过如此这般了。用餐完毕，停车还有半个小时的富裕，看着8-9点温哥华还不愿意落山的夕阳，再去海滩溜达溜达，那也是夏天极好的安排。谢谢你观看今天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留言互动，也欢迎去他们的小红书账号打个卡，更欢迎去遇上的时候告诉他们你是今天我专门派来拔草的啊。祝大家七月份冰爽凉快，咱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